大家晚安。啊，今仔日呢非常的欢喜吼，咱又搁到咱一礼拜一届易经的初级班，所以咱有只姻缘啊，拢就是针对咱天文书的甲祖师爷方主，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甲咱家人以及各位点团师的传法，使咱呢有只好姻缘，搁来研究易经的心法，甲咱得通的心法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？要进入到咱的课本的第十节啦，哈，啊，上课的是到十七节，河道的真谛，吼，啊，这个什么叫河道？河道就是啥呢？后壁先天八卦的时阵就有河道啊，也就是讲，佛于圣人当时呢，就是看到龙马虎道，所以才开始画八卦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就是讲八卦的祖先就对个啦。哦，啊，咱呢起头呢，咱先来讲一个故事就对。讲圣人的诞生啦，就是讲佛于圣人，伊是安怎来到这个人世间呢？伊到人世间当中呢，要用啥？所以咱今仔日特别探讨这个河道，甲伊前提何在安尼就对。咱呢，佛于圣人，伊叫做华西士啊，华西士就是因呾，当时呢，因妈妈的名叫做华西士，佛于圣人，伊生做安那，生像安尼，较早的人无衫可人穿，所以拢穿迄个啥，穿动物的皮，皮衫，所以呢，伊迄造像的就是安尼，所以咱注意看。伊个发像，你啊看头前只着画一个先天八卦，啊只搁一只龟，所以因当时呢嘛无笔，嘛无纸，嘛无文字，就是伫涂骹咧画，安尼画，所以画一个龟了呢，因就知迄是啥物意思，就照安尼就继续甲传落来就对啦，来，伊讲即个佛于圣人呢，距离咱近差不多六千几冬啦，咱有去啊研究个讲差不多六千四百五十冬左右啦。在咱中国大陆呢，伫个啥西北地区，以咱现代学者来研究个，叫做甘肃，正个有诶着对，嘛叫天水啦，甘肃天水即个所在，伊遐本来就是人间诶净土啊，因为呢，此地无啥饶人诶心田，加啥纠纷、甲贪欲伫遐牵制着对，嘛无啥咧喧闹诶车马声。空气污染等等，即落问题拢无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当时迄个甘肃天水，就是咱正讲的啥人间的天堂同款。所以你看六千几冬啊，迄阵他有啥物买车？嘛无啥物工厂啊，嘛无啥物污染啊。迄就是咱人咧追求的一种的人间的天堂。每个人拢是标准的使用者，所以呢，咱统称伊叫做真人呐。伫真人的功夫呢，以庄子的描述，就是指着伊达到啥心一定安泰啊，所以圆融十方，自在和乐，因此呢，人间的神仙便是此地修行者的特称，所以迄阵吼，差不多来到世间上拢毋免修道，现在毋免修道，因为咱人佛性本来固执啊，来到遮咧，七佗佗，着搁转去啊，迄阵的啥？迄阵的境就是安尼，迄阵嘛无逆境恶断，大家拢是修行者，大家拢咋自信圆满，所以咧，拢照道理来做事就对。伫这个极乐的国土当中咧，有一个啥，毛眉开高的人，就讲足水啦，佫足有地位啦。人咧拢啊尊敬的女主，伊叫做华西士，就是佛于圣人的妈妈啦，有一次呢，这个华西士哦，伊就是啥呢？去外口佚佗，去一个东方迄个吼，有一个树林的当中哦，去遐佚佗啦。风景非常的水，伊拄啊吼去一个沼泽的所在，叫做雷泽啦，雷泽啦，迄个地头叫做雷泽的点。去遐佚佗，突然间哦，看到一个啥呢？足奇怪的代志，咱的脚印是毋是拢差不多遮大的？伊去看一个脚印哦，像迄脚掌遐大就对啦，迄个巨人的脚印就对，结果伊看一个讲，他有这脚印遮大个啦，伊就足好奇哦，就甲跳落去，跳落来底佚佗啦，跳落了后吼，即个就啥感动着啊咧，感动着啥，就是跳落了后，伊转来就怀孕啦，
诶，这袂使讲妄解吼。啊，伊这行为就是安尼写的吼。啊，怀了咧，就生一个囝。这个囝咧，就啥出庆堂，就是本节所要讲的啥，咱中国文化开道的始祖，就是伏羲姓人。所以伏羲姓人，妈妈就是安尼怀孕的啦。吼，啊，这个上天吼派伊来，做咱第一代初祖。哦，啊，所以嘛是开山鼻祖的对。哦，啊，由于呢，伏羲姓人生起啥，生起了母亲的修道的精致，加上上天特别的加庇啊，所以随时会当那登天梯，加诸地共参天人大师，加以其神性达到四方，故后来有一届武兵河消退时阵，伊便由西方西北因因着黄河而下。哦，这个典故就是讲啥？讲就是因妈妈啊怀孕了啊，啊你讲安尼人袂笑你啊，啊无结婚就怀孕，迄较早的新闻足侪啊。哦，啊因较早拢唔免收，啊哪有神通？啊所以因发生这件代志了，人就知讲这绝对怀性胎啦。哦，啊所以因嘛袂笑伊，啊嘛袂啥，啊嘛袂啥来诽谤。因就知影，这绝对是性态，无可能安尼啦。啊，为了世间的代志，要结婚的怀孕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都帮伊算一个啥，好年好月好日好时，要让这个伏羲姓人来降生。哎，啊，所以呢，迄阵呢，伏羲姓人哦，伊本性拢无去迷失去，所以呢，伊要来到人间哦，啊，就来，啊，要转去就搁转去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会当登天梯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天堂有啥物代志咧，等去办办咧，还是开会开开咧？上天啥物旨意，拢阿讲讲，阿了伊阁落来，阿咧。所以一定达到啥天，天地合其德啊，来去自如啊啦。哦，啊，伊使命咧，就是要来啥治理这个唐土。哦，啊，所以咧有一间伊就照着啥，迄个溪湾里行，因为中国大陆上有名叫做黄河，哦，黄河流域，所以就伊就随着黄河直直行里行，哦。伫行当中呢，伊就讲啥，慢慢啊，从帝国诶，中心咧，慢慢移到黄河中下游啊。最后决定啥啊，定都于田，就是咱即讲河南省开封府。哦，遐河捌去啊，哦，真个河捌无人报告讲，咱去河南，就是进即个典故诶，迄个国家乡就对啊。哦，啊，咱拢讲开封府就对。哦啊、所以故被称为东方帝王、啊欸、所以迄阵哦，正阁有这个开封府咧、哦啊。所以迄阵就是伏羲姓人，就安那将伊整个国都拢啊刷去到咱真个河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易经就是伫河南所开源的啦。哦、啊，所以河南就是啥易经的开源地。吼、哦，啊，真哦，我迄个去，好足济人伫遐读易经诶。而且有啥物易经的协会啦，吼啊，啥物的推广会啊，足够侪啊，拢在研究易经，吼啊，所以你也要易经吼，你要去啊度人足简单嘞，因为因这个易经佫保持像古早时的安尼啦，算命啦、卜卦啦、天文啊、地理，伊拢佫收伫遐嘞，因遐无啊多通五教，吼，所以好啊，迄阵去哦，因看到咱的册通五教，伊惊者讲，哦，啊恁台湾的册，恁台湾的易经一定啥，无啊多真正安尼通五教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做爱参咱讲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阵呢，奉称做东方的帝王，啥叫东方的帝王？你啊看，地处乌镇嘛，所以迄阵属于青，叫做青龙旗啊，目的属于青啊，所以叫东方啊，哦，东方的帝王，辅助伊个呢，就是叫做木神啦、啊，因为呐，迄阵啊，金啊啥，东方加伊木，所以叫做木神啦、啊，来辅助伊。哦啊、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名叫做巨蟒啊，孤孤蟒啊，哦啊，所以这个人的身体足奇怪，听讲就是呐，咱人的面呐、啊，啊，只我的身躯啦，哎啊，这个不是鸟巢相思哦，鸟巢相思还鸟巢相思啊，这个啥啊，巨蟒啊，巨蟒呢还巨蟒哦，所以无同款的，所以这个人哦，伊本身是西方的帝王。哦，少昊的即啥金天师的啥祖先，啊、哦，以历史来讲就是安尼。不过呢，伊一方面去向伏羲姓人学道，一方面呢来帮助伊为百姓服务。只有伏羲姓人的仪表古啥，史以记吼、哦，有一本册叫《史以记》的描述，讲包啥伏羲姓人啊，包羲氏就是伏羲姓人的意思就对了。
吼，伊吼头啥，头长长，啊白嘞，白白嘞，足长个，哦，啊有啥，有骨个手起，啊有灵个啥，个臀部啦，哦，啊白白个后宫网啊，哦，迄圣人个嘴啥，个作用嘛是安尼，所以佛陀毋只讲一个佛拢有三十二法相。哦，啊，一个圣人降生在伫咱的那当土的当中，绝对有得迄那特殊的所在。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啊，形容甲像安尼就对啦。吼，啊，迄个啥手手呢？哦，变变手手呢？为地啊，就讲吼，规百个手手足长的啦，啊，足非常的庄严啦。吼，所以就是讲明了道祖伊的啥身形嘛风貌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佛伊圣人伊的一生。啊，有伊圣人呢，承接了天命，是安奈伊在会当来降生，因为是上天派伊来，哦，派伊来接这个天命的，哦，啊，咱等下就知影，地主会开天，天会辟地，因为人降世，吼，啊，人伫里头咧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来到何伊圣人，由何伊圣人呢接到天命了，伫里传到今，啊，所以迄个时代是修行者的净土，人间的净土啊。哦，所以迄阵也无念啥，也袂啥互相的争夺，也袂互相的计较，啊，也袂啥，也无这真个污染，吼，啊，所以也无啥物贪欲，哦，所以就是人间的净土啦，吼。啊，坟墓呢，阻挡不了佛伊圣人的视线，因为佛伊圣人伊本身伊得到光色色啊，就是那像咧讲咱的自性同款，所以呢，伊袂去互坟墓杂掉的，吼，啊，而且呢。伊会当腾云驾雾，来来去去，哦，迄阵拢无车，所以因迄阵的交通就是腾云驾雾，哦，啊，雷电咧阻止不了，互伊圣人的耳啥耳朵的声音，哦，所以咧做者啥雷啦，各方面咧，啊那拢无法度阻到伊啥，伊听声的啥的方向，啊，伊入水咧袂叫沉落啦，你感觉足奇怪，来入水袂叫沉落啦。咱人就是安尼，迄自性吼，入水袂沉啦，啊入火袂烧啦，啊咱下肉体咧，一个嘛去烧了了，等了水淋咧，一个嘛叫沉了。所以伊这就是咧讲，咱大家拢有互依性一个自性感觉，吼，啊入火咧袂去火烧去，吼，啊所以咧，这就是啥，互依性人伊个特殊的点，来，所以互依性人咧。伊迄阵降生一道，互伊圣人，伊就是西方西南得病的一个祖师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迄阵吼，诸会开天，抽会辟地，因为人降世，啊，对伫互伊圣人进前，敢有成佛，绝对是有诶嘛。所以迄阵的世界叫做七佛地世，吼、哦，七佛治世，好、哦、啊，迄阵七佛地世咧，就是安尼，南方派一位赤爱佛来治理迄阵的天下。哦，先啊，南方代是用车爱，南就是伊啥火嘛，啊火就是车，所以叫车爱佛。吼、哦，啊来咧北方咧派一位神玉佛，因为咧北方属于乌，乌咧代表神玉的意思，吼、哦，所以叫神玉佛。啊来咧派东方加三佛，因为咧东方加一木，所以叫加三佛。吼、哦，过来咧西方请一个有中佛。有啊，主调以貌神之五味心有，有拄啊这个方面看过的方面，所以叫有中佛，吼、哦。啊来咧，东南方派一个龙牙佛，所以伫对卦遮，吼、哦。啊所以咧对卦为灵啊，所以叫龙牙佛，吼、哦。啊来西北方派空国佛，因为咧艮卦代表山，山代表空国意思，所以叫空国佛，吼、哦。啊来咧，东北方派地天佛，因为咧正卦代表着啥？代表着震动啊，所以有地天之德，所以叫地天佛啊。所以各位姐妹，这是咪拄我七位圣人，叫做七佛地势啦。啊，何位圣人呢？伊上天做主，必须得拜伫遮，拜伫西南得平遮，西南方。所以咧，是安那叫做何位？因为顺卦叫做啥？顺卦叫做风。风是毋是福德之德，所以叫福伊圣人啦，就是安尼来个啦。所以只要要用耳根听哦，绝对听袂出来。吼、哦，所以福就是代表福、福德、福气。吼、哦，来阿公有较清楚诶，即、這个七佛地势，三佛伴修缘。所以你啊看，开始讲诶南方车爱佛，伊拄啊伫你天啦六千担，
所以铸就引爆，所以呢，铸就引引时的时阵，就开始人降世啊。所以阵就啥，车爱佛来治理世界，吼、哦，来咧北方生育佛治理世界四千八百担，吼、哦，所以到卯时，所以你啊看，寅时甲卯时加起来两个拄啊一万空八百年，也就是安尼来的啦。所以咱讲一回一万空八百年。就是两个生活来治理，吼、哦，过来东方加三分，治理天下三千七百二十档，吼、哦，西方有中分七千空八十档，所以两个嘛伫新时呢，加起来都要一万空八百档，所以是毋是佫行一坎嘛，吼、哦，过来西方西北方空国分行5284年。东方呢，东南方龙耀分5516年，所以这两位嘛是拄啊行伫四岁一万空八百年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拢一定过啊啦，然后东北方的。另外咧，弥勒佛，弥勒佛就是未来佛，所以叫做第弥会，所以咱即是一定五会交流弥会啊，所以五弥交替，吼、哦、所以即就是弥勒祖师讲天盘，吼、哦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讲道盘，吼、哦，拄啊咱即就是弥会的开方先祖，所以今传八十几档尔，咱应时应运，所以传的有够紧，一定传108个国家。好、所以咱今天一定行到遮啦，弥勒佛的一万空八百年，一定开始咧启动咧行着着，拄啊才开始尔尔。你讲我安尼，我阁足侪时间的啊，无时间啦。迄是伊认为一万空八百年啦，吼、哦，咱人差不多活一百年尔，对不对？咱一百年一定去互咱当着啊，吼、哦，咱一百年也无赶紧来赴这个会的时阵哦，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呢，咱才会知影咱百岁以后要走伫倒去啦，唔知影啦。好、哦，咁是安尼，所以咱着啥爱好啊修，修到三千公八百个圆满，咱的灵性真正当登去立天。哦，到时登的时阵，心愿再来，看到有需要，咱着赶紧的，投胎转世去迄个所在度啦。吼、哦，你若讲我登去无爱来，嘛无要紧，因为毕竟，先佛着是要度咱登去的啊。吼、哦，迄着看个人的悲愿啦啦。吼、哦，不过呢，这有一万空八百年的年过咧。吼、哦，伊虽然是遐久，毋过咱人生足短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唯有好甲把握这啥一百年的啥难得的光阴，吼、哦，无失去的时阵咯，那得要搁等后世人，毋是后世人呢，后往回十二万到1600年啊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是机会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好来，圣道的启示甲心法，吼、哦，我直接吼讲一个故事就对啦，因为呢，这个故事就是书法家的故事啦。哦，真个就是一个书法家。你啊，用写毛笔，你也知影，现场挥毫吼，迄功力爱拢足强，迄个对。迄字啊，愈侪话是愈好写。字啊，愈歹，愈少话嘞，愈歹写。所以书法上歹写的就是字啦。
吼，迄个伊就啊足简单写，啊，不就写哪的，要写较会水吼，佮写较会庄严，佮写较有含义，佮写较有迄个啥，迄个意境的时阵哦，无遐简单呢，真正呢。啊，所以前届有一个书画家吼，就去美国现场挥毫，现场伫遐写。哦，啊，伊提毛笔足大块的啊，啊，纸足大张的。哦，啊，再卖吼，就脚要屈了。哦，啊，就安尼，大大为了拼一个就对啦。哦，啊，美国啊，讲哦，啊，这是啥物物件啦吼？啊，边啊就一个讲，你敢知影？伊要写这一画吼，至少写30吨啦。你若无写30吨，伊讲你写袂出来啦。讲好有影无影？哎，讲啊，这画毋是伊，啊，这是啥物意思啦？哎，就搁甲介绍啦。你敢知影？这是伊也要了解伊吼，也无50吨的经历吼，也嘛无法度就对啦。哦，美国我听一个戆的。万一30吨，万一50吨，啊，我说明头尾较久啦，对啦吼。所以咧，接着啥？圣道的生活，啊，生活就是伊尔尔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就是受名师一指啊，啊，顶着一指就让人欠点啊，欠点的啊，就输人欠点啊。吼，所以咧，伊代表了道的意思。吼，互我再来讲一个啥？天公庙故事，这是伫台南，咱嘛感觉去台南有一个叫天公庙，伊遐吼，听讲伊即卖天公庙起好啊，服侍有咱服侍天公，结果就是安怎咧？就是讲伊要写一个匾额啦，这匾额啥物字拢无爱写，嘛是要写印尔尔啦。我即是印吼，好，就安尼啊，全真拢全透透。书画家大家会写一两下，恁就写大大字吼，这印写较会水个，结果吼交百外张来。结果庙公就开始伫遐直直敬，直直敬，直直敬，直敬，看哪敬都无介意啦，安怎敬都无介意，足奇妙就是安怎，你敢知影？拄好有一个阿伯啊，吼，举一个猪头，吼，戴迄个啥地瓜咧，阿伯只无拢排一条迄个啥面巾，对不对？吼，就差不多11点外，就拢收要倒来食饭啊，拄好经过天公庙。天公拄好啥，拄好掠伊做鸡，拄好伊个灵魂都走去啊，掠即个阿伯做鸡啊。阿伯掠伊个啥，互天公掠伊做鸡了吼，拄好起动，你知无？结果伊个猪头就空个啊，就走入去。足侪人伫咧惊喜去北斗嘛吼，迄个伊嘛吼，结果拄好惊无啦。即卖迄个阿伯吼，一定去互附身啊，去互掠做鸡啊，就讲闪来。文房四宝，人讲奇怪，到这阿伯是要用啥？伊讲伊也要写字就对啦。更好啊，这阿伯是捌人，唔捌讲要写字啦。无笔啊，无啥，是要怎写啦？结果人就帮伊哈，文房四宝拢准备好啊。捌嘛拢灌好啊，爱纸拢做大张的嘛吼。伊即卖拢无爱用毛笔写，伊用写啥？用啥写？你敢知？用个面巾，面巾哦，捋捋的，都匀了。即嘛安尼，人砍头路欠点，安尼就对啦吼。话写开吼，大家透一话才水啦。搁中央写嘛无才水。这莫非是天公吼啦来写的啦？真正天公就掠伊做机来写的啊。吼，所以听讲这是伊吼，搁吊伫个天公庙咧。所以咱若去台南的天公庙，这是伊好来看卖咧。我捌看过啊。是一下开，那就一只灵就对啦，后目睭后嘴啦，真正啦。就迄只伊的后嘴后目睭作成的啦，就一只伊尔尔啦，就那就一只灵安尼。所以咧，互迄个啥，互迄内底人讲对，就是这目，就是这目吼。所以都用迄只伊，来做迄个啥，做迄个编啦，所以其实就是天公显形吼，来写的啦。是要讲这个伊。因为呢，当时侯伊圣人就是一月开天，所以呢用啥？侯伊圣人呢用观察法甲经验法，所以较早啦无电脑啦，嘛无电视啦，啥物都拢无就对啦，啥物拢无变怎？所以拢足自然接近，怎啊？接近自然界，安尼无代志就看天文啊，无代志就看地理啊，无代志看这啥数据的运作啊。自然的啥演变啦，拢就是安尼，所以就逐工叫我看，逐工叫我看，看了后呢，观天了后，一月开天，所以咱的乾卦就是安尼来啊，一卦开天嘛，有无？
第二位了屁地，第三位了人就降世啊，哎，所以由我开天就是安尼来，所以人讲一，一就是道，道就是一，就是这个原因来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证明无？咱来看，会讲过者，哎，包西斯基王天下呀，讲上古早迄阵何以圣人呐、啊？伊安那治理天下的，所以呢，伊就用这官场有天，服这官法有地啊。观鸟兽之门，有地之宜，近处诸身，远处诸物，有时四足八卦，以通心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静。即古咧证明啥？何以圣人开啥？因为开天呐、啊哦。所以讲，迄阵的人拢是啥？用这观天相，哎、欸，就是你要看观啥物相。所以咱真的有猎物星座啦，好无？哦，啊有啥物座啊？其实，迄个迄阵的人伫咧看，伫咧看。啊，慢慢啊，挖开，啊，一直留到真诶，就对啦。吼、哦，爱、啊、来咧，搁官法有地啊。咱地有三川河，哎，哎，啊，所以咧，伊就是安尼官，哎，啊，所以咧，它造成了所有诶卦象。吼、哦，爱、啊、来咧，搁官鸟兽之门，吼、哦，有无？你啊看像离卦代表鸟啊，哎，啊，进哎啥？啥物卦代表狗啊？吼、哦，玉柱离推。所以有地之宜，近处诸身，远处诸物。而且你看啊，金子出身啦，哎，安那出身，天卦就上头，坤卦就上巴肚，好无？离卦就上目睭，坎卦就上耳啊，以此类推，哎，啊，所以就啥，出家的心来做这个八卦，万处诸物，哎，看到火，啊，迄个离卦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看到木，啊，迄个青阳，啥代表着青啊？吼、哦，哎，啊，看到啥物啦？水，啊，迄个坎卦。哎，啊，所以咧，就是讲安尼开始慢慢啊，数做八卦，所以迄阵八卦就是安尼类型的啦。哎、啊，讲做八卦要用啥？通心明之德，就是要参上天做客用啦。上天有啥物意？啥有啥物意思？咱唔知呀。唔过你借着八卦地当啥了解上天的意思啊？以类万物之情啦，就是啥？要将咱的啥？咱的事情，咱的各方面哦，咱也会当向上天来做一种表白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较早上到在易经，就是有这种的作用，就是要了解上天的旨意，吼、哦，来。所以呢，易呢，以道家来讲，伊参五教拢会相通，吼、哦。所以另外，以道家嘛是讲易，有无？各位姐妹，你也看，道家讲修心练性，破烦修易，是毋讲易？啊，伊就是道啊，所以要破烦啊，破烦啊，破你心中的道啦，破好掉啦，哎、欸，啊，破啥？渐渐精进，如临青烟啦，啊，所以道家伊就讲两句啊，两字字俩叫做啥？感应，哎、欸，所以另外道家拢讲感应啊，哦，所以就伫遐打坐练禅啊，有无？练精化气，练心化你的境界啊，哦，所以叫修心练性。啊，佛家咧。明心见性，万法归一。嘿，所以你看嘛，是这个一。嘿，所以咱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到尾啊，嘛是爱归一。哎，啊，一归而处，一归无，一归空。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尾啊，爱归啥？咱的无极。嘿，啊，所以伊嘛两字字尔，代表了慈悲。嘿，啊，所以佛家就是专门咧讲慈悲啊。啊、哦，啊，儒家咧修心啊，尊心养性，集中观一，啊嘛是一。哎，啊，所以讲的啥叫做忠恕？忠恕就对人爱忠，恕就对人爱包容。吼、哦，啊，佫有前面，你有感觉这三教这六字有无？拢有一个心字拍，有无？感应毛心，慈悲一定嘛两字心，忠恕两字嘛是心。哎，啊，所以这是一，就是道，道化出来就是啥？起心动念。所以咱自性本体就是一，啊，化出来就是心。心做出来就是身躯的心，所以这个性、心、心三者合一，啊叫做一贯之啦。嘿，哦，所以你看咱流露出来就是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来着叫做感应啊。哎，啊流住你啊流露迄个人主的心叫做慈悲啊。哦，啊对人的宽恕的叫做忠恕啊。哦，所以就是现在这条三教圣人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亚教的哎，亚洲圣人呢，伊就讲清心宜性。目睹亲日，对无？嘛是因，所以讲博爱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博，即嘛是心，无开字旁的心，啊，即咧爱嘛内底嘛一个心，哎，啊，所以呢，伊的宗旨其实参咱拢同款，
哦，啊，所以只是伊是伫西方啊，所以讲出来文字无同款尔尔。好，啊，其实参咱三教咧，其实拢是同款的吼。佛教咧，你看根性定性，叫做清净翻译，所以代表着啥？清净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叫咱爱教要着爱翻译啊，回归咱的本体啊。哎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呾爱达到人人相清净，天地色界归，迄、那个真咧较显得出来。咱若无清净吼，真咧显袂出来啦。哦，所以你看五教圣贤咧咧讲诶，拢参咱诶历史同款诶，只是迄阵道还袂公开，所以着五教圣人啊，老母派五教圣人先来治理天下，所以迄阵着无讲道，叫做教。啊，啥物叫教？教叫做教化。嘿，啊，咱咧，咱即叫做道统。好，啊，所以道代表着一丛树诶根头，枝叶代表五教。好，啊，所以咱即着讲，过教降下落来，着是啥？较早是万呐一本上万书，啊，真嘞就是要万书搁归有一本呐，啊，一本就是道，哎，啊，所以这是安怎在安排较煞水，这拢得上天老母的啥巧安排啦，哦，啊，无法度摆较遮水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咱五教本来就同源呐，所以咱袂使诽谤所有的宗教，哎。只要你这样修，信佛教嘛好，儒教嘛好，耶教嘛好，佛教嘛好，拢好，都知影人修得安尼上介好。好，啊，你若要搁较紧的咧，用咱道，用啥？用顿教法门啦，安尼会搁较圆满。好，所以咱道代表着顿法，好，啊教代表着讲法，啊，伊何道咧？哦，咱来介绍何道啊，吼。所以何道的出现家啊，何道歌，何道歌。所以呢，咱介绍这只流马虎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流马虎斗就是这只。过前年咱主要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看到这只有啥物无同款无？这只安那出现呢？就是迄阵啊，河西圣人伫荷兰遐，哦，啊，伫遐仰观天门的当中吼，安、啊、怎呢？这只流马虎斗伫迄个黄河当中都浮开啦，啊，浮开就是实际上安尼啦，鳞头哦，这有四种嘿花纹吼，鳞个头。马啊的身躯，看无？狮的尾，牛的蹄，有无？所以伊的坐相就是无同款。啊，是安奈？伊这个头要看壁，叫咱时时常常爱回光返照。吼、哦，啊，上个重要就是伊身躯这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伊本来是一点一点啊，因为迄马啊身躯咧毛，啊，都爱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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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歪下，都变安尼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一根一根歪下的啥？像安尼，这个一六。伫遮，遮叫北方，南方叫做二千，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边咧，东方叫做三八，啊，这边咧叫做四千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咧五，哦，所以你看五是毋是十二个？就是叫咱赶紧去找十二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边嘛五，啊，这边嘛五，排开拄啊五十之多，哎，啊，好，我简单啊写，就是啥咧？南方二千，啊，北方一六，吼、哦，东方三八，西方四九，中央无几多五十，摆开就是这个数，所以这个数就是直接来的。伊本来无数，就是迄流马虎斗的生活咧，滚，吼、哦，啊，流马虎斗要去倒看，咱若去新元山，对无？你迄个楼排路入去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到楼梯啊，吼，右手边，迄只就是流马虎斗啦。啊，敢知影？迄藏伫遐，毋是藏好看，迄绝对有伊个原因个咧。啊，咱若无读易经，毋知影迄只叫做啥？迄只叫流马虎斗，啊，倒手边迄只叫神龟，神龟后界会讲到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流马就是体，神龟就是阳，流马就是先天，神龟就是后天。吼、哦，安尼咱知吼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只是足吉祥个一只啥？啊，人讲四不像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是拢讲叫做啊龙马虎图。吼、哦。好啦，所以龙马虎斗，你啊看伊个头有无？龙头，啊是安奈？他用龙头，龙代表啥？咱人个灵性啦，代表咱人个本领啦，拢是同款个啦。吼、哦，啊所以你啊看龙，就啥？像咱第一爻叫做占龙分龙，有无？因为呢，伊就是时机还袂到，所以第一爻伊安那还袂避开，所以袂使用，所以叫占龙分龙。啊，第二爻伊就变现龙在田呐，吼、哦！你看第二爻它会现龙在田，就这只龙时机一定到，伊也现出来啊，无现出来袂使。像咱来遮读易经，这是读初级班，对不对？
咱有需要请咱出来斗三工，还是请咱出来斗帮忙，出来请咱功课，迄阵你就献龙在殿啊呐。好，来咧就剃龙，剃龙就讲爱渐渐精精如林，轻烟如履薄冰，爱非常的戒心恐怖，叫做剃龙。来耀龙咧，耀龙就是啥？准备要跳啊啦！啥物要跳？真食天龙，腿食地甲。所以迄是一砍针一砍针的。耀龙代表讲，伊准备要前靠后吃啦。啥？就是要这关啊跳好过，这关啊拼会过，食到百二岁。所以叫耀龙。到尾咧，第五爻叫做飞龙在天，而见大人啊，这参龙有关咧。所以第一句卦伊毋只咧讲龙，就是安尼来个啦。来咧第六爻就上界歹叫做控龙，所以咱袂使幻想控龙。控龙就想啥想一定啥，一定超我去啊，一定控高，一定强我去，安尼袂使。来，见君龙无秀，时辰六龙与御天，将天怪文书。所以你看见君龙无秀写得太好。咱不是讲军粮无秀就唔好吗？感觉咧，那就一军人伫遐，一定要一个领导人嘛，一定要军粮优秀啊。不过易经人讲啥，见军粮无秀，大吉呢。太军粮无秀太大吉，伊的意思就是咧人讲安尼，所以这牵挂对不对？安尼来讲啊，你若六爻，就讲你这个时阵是要占粮。啊是要献龙，啊是要替龙，啊是要耀龙，啊是要飞龙，啊是要控龙。时辰六龙于一天，你一天当中，你这只龙是要秘伫倒一只啦？安尼个啥个？所以六只龙是代表六只，是代表你这只心中的灵性。你的灵性，你这个时阵是装伫倒？比如讲，等下咱大家闭班回去啊，我搁秘伫书画，底下啥苦读。搁底下研究，像咱前礼拜闭班了，搁做侪学员伫遮吼，伫了研究，伫遐参详，这真好就对啦，迄个经验就讲，咱搁一只啥下功夫，叫做占用不良，你即卖我即卖，婆婆会啊，人拄仔问我，我拄仔捌甲讲，叫做献粮在田，即卖咱做代志咧，知影戒心恐惧，迄阵你就是处在第三爻的当中啊，你讲我今年我愿要请假，你就处伫个第四爻当中啊，叫做耀业耀龙啊，你进有我都刚经说得大天神华，破天行道，度尽天下间的众生，你一定达到飞龙在天啊，会记唔忙幻想了空中，所以爱扩较低咧，人讲拍个较袂着情啦，爱扩较低啦。所以就讲，时辰六龙一五天，就讲你这个时阵是啥物灵啊？比如讲你进了干渴，就是你虚火，有可能是上个飞龙同款。等下等去厝里咧，搁伫遐看者，搁伫遐静卧啊，有可能搁是你进变成占龙啊，安尼咱知吼。所以讲六只灵，唔是六只，是你这个灵，你进在做啥物代志，你就处伫第几爻？所以咧，见君龙无秀就讲啥？你第一爻代表人才嘛，第二爻代表了啥？那像咱的班主嘛。第三爻代表了那像组长、副组长啊。第四爻代表了那像领导人啊。第五爻代表了那点灯师啊。第六爻代表了那经营同款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唔免有一个秀，啥物叫做秀？就讲唔免啥物人带头啦。经营嘛升得，点灯师嘛升得，领导人嘛升得，有无？组长、领导人、那组长、副组长。包括大主，包括人才，大家都会升得，叫做无秀啦，大家拢是秀啦，所以叫做啥？见君龙无秀，因为你自性拢同款的啊，你伫第一爻嘛是自性同款，伫第六爻嘛是同款，第五爻同款，大家一视同仁，所以大家拢会成就，叫做见君龙无秀吉呀，所以易经伊就是安尼听，你看天卦甲咱讲的天道变化，各种性命。所以你看乾道人讲的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，所以你看所有的卦拢就是天卦甲坤卦两支卦来变化，两支卦是上重要的卦，所以乾坤两支也捌，后壁就拢捌啦，因为六十二卦拢就是有阳爻有阴爻，安尼来变化吼，所以代表了灵的传人，灵代表了伟大正气。
忠恕圆满宏大高贵大明忠恕，代表着啥？宽宏，代表着诚信，代表着大气，代表着智德。嘿，啊，所以你看灵有无？灵真正有够赞的。所以你看，足侪人爱画灵画风啊，唔是无原因的啊。哎，啊，所以呢，代表着遮侪物件，遮侪啥，遮尼好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灵就是咱中国人的象征嘛。所以人家讲，咱拢是灵的传人嘛，真正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哎，啊灵，咱一定知影这个道理啊。灵唔是外口画迄个灵，嘛唔是外口看的啥物空灵，迄种是，是你自性当中迄个灵性的灵。哎，啊，所以现出来代表一个的正气，代表哎啥圆满，代表宽宏，代表各种的啥智德，吼，这就是安尼吼。所以灵代表德的化身。真理的化身，神的化身，灵魂的化身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灵头就是啥？人人讲德的化身啊，啊，德在倒，德在你的身躯上啊，唔免去外口吹啦，咱本身就有德啊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德化身出来代表着真理，只要你有德哦，你讲出来就是德，只要你是真正，你讲出来就是正，哎，迄是做心事的代志就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你要看神的化身啊。所以你只要是用啥诸神做代志的时阵吼，你就是代表所有诸佛菩萨都赶紧去得安尼，吼啊！所以会当啊啦，源源不断，哎、欸，那哎、欸、无穷无尽的，哦啊！所以叫灵魂的化身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较会当啥达到灾灵的化身，哦。所以有人讲哦啊，这个人在捌遐济啊，哦啊，这个人才搁捌到黑有五机，哎、欸，这拢就是啥？伊的化身，吼、哦，过来，伊是不是马的身躯？所以马呢，伊就代表了啥？咱人的身心康泰。所以马是千里马，哎、欸，啊马就是健康的啥符号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代表一个勇者的胜利者，代表一个仁者。所以当时吼，关圣帝君，吼、哦、去予折车掠去，哎、欸，啊啥物呢？坐坐掠去掠吼吼，伊就上马筋，落马筋，不断地在想事去就对啦。啊，啥坐坐要对啊关圣帝君遐好，因为伊要收关圣帝君的心啦。看会当啊买，当来买，看会当伊带我的身躯哦，好落来买啦。吼、哦，啊关圣帝君起头吼，有哪互伊感动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不过伊也讲一句话，只要我找到我的大兄，对不起，我就要走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坐坐想讲，嘴讲嘴讲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好好好，你也找到你的大兄，你做你走，无要紧啦吼。诶、欸，就讲无可能找得到啦。哎，啊，唔知影吼，哦，即句话，啊呐，拢永远记伫个啥，关圣帝君的身上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你看，我对关圣帝君有够好个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逐工都请。哎、欸，啊呐，珍珠马都伫送。包括那美女也伫送，啊，都逐项送啦。不过关圣帝君拢无欢喜啦，是安怎讲？伊个一个心都要赶紧去找伊阿哥尔老毕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卖咧，这个城吼，就用小人波，就打伊阿叔参伊阿叔乖做伙，哎，房间细啊，囝仔尔尔，没有乱伦就对啦。啊，关圣帝君是何人正气之人啦、啊？伊太会做迄种代志，哦，啊，个个要劈人个眉目啊，啊，无要安怎？所以都叫伊阿叔先困，爱一支管刀都跪伫啥？跪伫个房间里，吼、哦！啊，伊一领袍吼，清凉袍吼，都啊脱开，都啊吊伫个个管刀顶面，啊，都做一个网衣啊，当网条就对啦吼。哎，参阿叔哎隔离，啊，伊咧坐伫遐看啥？看春秋，有无？咱一北岛吼，手借了吼，迄个手手用安尼，啊，看看图，看一本册，所以叫做看春秋啦。啊，所以看鬼面拢唔敢睏，是安那？因为伊就是惊啥，惊中了小人之计。啊，所以坐车就伫派人伫外口咧观察啦，看因有安怎乌白来袂啦吼？啊，结果吼伫遐看人，有哪伫遐看一面拢无睏啦。啊，去打坐车报告讲，哦，坐先生啊，关圣帝君真正有够骁勇，啊，真正有够正派，伊安尼鬼面拢无睏，拢伫遐看册。哎，好啊，所以坐车吼，更加更加勤快就对个啦。哎，啊，结果吼，隔天开了，啥物物件拢送啊，啊，关圣帝君就伊就无欢喜啊。结果送伊一粒炮，
哎，啊一粒新嘞，啊结果关上底骨嘛收开啦，啊结果你啊新嘞就啊穿内底啦，啊外口伊遐旧的吼，就啊穿外口内底啦，啊就是讲啊你太穿安尼啊，哎，伊讲吼。这件旧的是阮兄哥送的，所以我袂使帮阮赔伊啊！哦，造成恁都忧了就对啦。哦，意思讲，哎，伊心也是拢伫兄哥遐啦。啊，到尾啊咧，看伊拢无欢喜哦，尾啊送伊一只啥？赤兔马哦，这个讲买啊，就讲着赤兔马啦。哦，啊，这只赤兔马就较早对对搏的啦。哦，对搏做效用啊。哎，啊，这只赤兔马，啥物人咧骑吼？赤兔马就袂欢喜啊，因为重量无够重。哎，啊，伊是一领千里马，啊，在这只只哪只轻的人，伊做袂哪，哎，无够好势就对啦。即卖吼，坐车上关城底，阮只车通嘛，关城底当好，关城底阮都跪落啊，啊，感谢就对啦。啊，就是讲我逐项逐物件拢送你了了，啊，结果你拢无欢喜，啊，我送你一只马啊，你是咧欢喜啥？伊讲安尼，这只马会当日行千里。安尼我啥，过一两天就会当去找着我的啥，我的兄哥啊，老毕，哦，这是听一个吼，啊啦，好、哦、精神歌，要知嘛，无爱送你一只马啊，啊，过送就送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过工了，关城底滚落徛着一只马啊，互送伊阿嫂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倒拖刀斩踹哟，哦，吼、哦，迄顶个就是安尼来啦，啊，所以咧，你啊看，马啊，伊重要性就是遮。啊！只赤兔马足厉害，伊着爱关城底滚吼，关城底滚八尺外啊！哎，啊，听讲迄个关刀吼，买到几百公斤的啦！啊，你啊看伊迄个重量坐落，啊，佮伊个关刀安那沉落好，迄只马讲，上无嘛着爱像即个班的来徛到差不多。啊，像咱即个只轻的吼，感觉吼足硬叫安尼，吼，啊，你加加两百外斤安尼吼，惊死人吼！啊，所以，就是呐。人讲赤兔马去撞着啥？哦，因啊关老爷，啊，所以就去撞着啥？低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咧我关城底滚跳一只马啊，哦，我着行走天啦，啊，真正着去找着老毕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着是啥？马啊典故，所以咱若看到马代表啥？健康，嘿，所以马啊吼，伊下暗时咧困眯袂久落来，伊拢徛徛，伊着是啥？随时随地啊，得啥？准备人走。所以马也无胆，吼、哦，啊伊嘛代表一个勇者胜利，嘿，所以你啊看，人个电视咧骑马无，伊啊胜利的时阵，马也着翘两脚，哦，就代表一定赢了，对个，伊一定胜利啊啦吼，嘛代表着啥真正，吼、哦，马遐听讲做真足个啊，吼、哦，来，啊赛马咧，赛马着代表啥？赛马代表万寿之王，嘿，所以咧，你啊看赛只要吼，啊若叫一声。所有的动动物吼，拢会喘呢。你敢知影？狮子火就是安尼来个啊！啊，所以当时吼，有人比如讲，安那佛陀叫做狮子火啦。伊安那伊咧讲经说道吼，伊讲经四十九章啊。所以伊只要开口，哪有使得好嘞？所有的众生拢得爱降服伊的道理当中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伊唔只有法度成为一代的做啥？一代佛陀，吼、哦，一直传到这2500章啊。所以阵伊咧讲经叫做狮子佛啦，啊曾祖咧讲经咧叫做逍遥游啦，曾祖逍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佛法咧讲咧，那是有咧好咧啦吼，是差做济了对啦，哦啊所以咧咱真正爱学这个狮子佛，好、哦，来牛蹄有无？大家讲迄只哪吒龙马虎都是牛蹄，牛蹄意思就是讲一步一卡印啦，爱步步落实啦。爱无怨无言呐，真正呢，咱咧修道，咱咧做工过，爱一步一开，慢慢啊行，慢慢啊，想要一步登天呐、啊，世间无迄个遐好康个对啦，世间无迄个白吃的午餐呐、啊，拢就是爱按部就班，一步一开滴滴来，吼、哦，啊那爱无怨无言，迄个像妈妈同款，所以呢，我问咱啦吼，你看全世界啦吼，咱拢在找头路，啊，有一种头路，你看要吃无啦？就一天做24点钟啦，啊，一年无咧休困的啦，吼，啊，唔捌咧遐领薪水的啦，吼，啊，做工过佫做粗重的啦，啊，佫做操烦的啦，啊，佫做咧到底袂使啥，袂使怨言的啦，你看这个工过你敢袂？哇，无人要爱哦吼，啊，不过咧，妈妈就永远拢做这个工过啦。哦，无红绿的啊，伊毋捌咧领钱嘞，
欸，一天真正不二十四点钟的，你是搁要上班呢？欸，还要回去照顾囡仔，囡仔搁要吵嘞，规暝拢无睏呢。嘿，哦，啊，做咧到底搁无怨无言呢？好，欸，啊，这个呐，一年透搭唔在休睏的呢。欸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爸阿母的伟大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呐，古德。好，来，请咱来看吼，哦，河道歌甲河道的概说。哦，这叫做河道歌，好无？遮，这呢，这坎背叫做用点，就是讲一三五七九，一三五七九，吼，哦，啊那五点就是音咩？吼，哦，咱看有吼，好，哦，啊所以你看这是咪一，这就是六点二四六，所以咱北方这叫做一六，就是安尼来的，好，哦，啊南方呢，这啥？这两点，啊这呢七点，吼，哦，啊所以叫做二七，啊，哦，啊东方呢？三点加八点，所以咧东方就是三八，吼，哦，啊西方咧加四点，啊这边咧九点，所以咧西方叫做啥四九，吼，哦，啊中咧你啊看，拄我一个十二结足水个，所以咧你会发觉讲其实河道哦，本来已经伫6450栋，伊就去叫咱赶紧去找这个十二结啊啦，伊会当通四端兼万仙啦，有无？这个十二结无一定画到足好势啊。所以十二届不是耶稣圣人的管理啦，耶稣圣人较2000几栋尔啦，这张图已经6450栋啊啦，你啊看历史有久无？所以整个圣人就一直叫咱去找这个物件，只是咱唔知影你尔尔。所以伊唔只从这十二届化作先天八卦，所以咧先天八卦唔只从迄个数证卦里内底，拢会当一理通理万理撇的吼。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咧你啊看，只五粒，只五粒加起来拄啊50。所以用叫做五心之道，吼，哦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安尼而来，嘿。所以呢，伊讲神物啥多像，离合了文字，离合了文章，来到经典，吼，哦。啊，所以咱上古早啦，吼，会记哩，上古早就是有这啥多像，吼，哦，从咱头先看到迄个多像的吼，哦，是上个古早物件，所以已经上侪这个图像啦。什么道？什么道？什么道？有够多啦！哎，啊有道了，才有这个文字；啊有文字了，才有文章；有文章了，才有经典。哎，啊，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呢。所以咱只是咧研究上古早，就是啥完全无文字之前的图像，吼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古来呢，图像拢咧记啥气数，明天得之用啊。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看到易经所有的图像，就是拢咧记载这個。拢要予咱明白什么叫做天道，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哈，天地之理，拢就是记载这。所以讲河道啦、洛书啦，为道场之始，也是易经之所本。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研究河道，吼，哦，过两三节了，研究洛书，吼，哦，因为这两样道是上个重要的。若讲读易经，唔捌什么叫河道甲洛书，无太简单个读。真正咧，因为这两百度是开源基础，无这两百度，先天八卦无，后天八卦嘛无，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啥，易经的啥多像的开关开放做就对啊，嘛是易经的啥本源，吼，哦，所以慢慢来，甲演出太极图啦、两仪图啦、四象八卦，所有的多像就是安尼来，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人世间。上界有上界紧的道是这北道，叫做龙马虎道，所以这北道是足价值的呢，啊，所以咱即个啥研究中国文化，哦，所以以中国文化演进来讲，先有这个图像，才有这个文字，才有这个文章的出现，所以咧易经为书，亦不离外呀，所以上古之易。初无文辞，一直到文王的时阵，周公开始做传书、相书、偶书、黑书传，所以孔子较注重了啥十一、二一冲一明呀，吼，所以意思就讲，啥上古的易经呢，拢无文字啦，啊嘛无文辞啦，啊，都哪有这冲两两啦，这叫做冲啦，哪有这两两，拢无啥，大行都无，啊，迄是啥物秘术，无人知。啊，文王慢慢研究到易经了，他加啥加入加迄个名哦，这是乾卦，是遁卦，是啥物卦呢了？吼，哦，啊，为着要改做这人啊，所以就加写啥
卦辞，所以乾卦卦辞叫做元兴离经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就是安尼。啊，不过呢，到周公的手就讲，啊，阮老爸吼写这個，哎、欸，要几个看有诶啊，所以攞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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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搁啊解说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唔只有威龙在天啊，立正大人啊，有占量不量啊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384啊，拢就是啥周公所作，啊，伊伫传到孔子咧，伊搁啊加11。哎、欸，是要加落了好，这本册就完满啊。所以咱今咧读个易经，吼、哦，唔是先天八卦，是叫做文王八卦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就包括了先天，包括了后天，吼、哦。所以文王八卦上好读个，咱佫分归中易、连三易，哎、欸，啊，听讲归中易甲连三易足歹读个啦，很不好读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人就无出这两项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出先天易甲后天易，吼、哦。好，如此说来。先有多重的记载的版本，啊，了到文字，然后来了到五什么五言传之以后，但因为文字的流传，多重的争议，反而废而不彰。意思就讲，教了文字了后，哇，啊，这多重都变款了，对啦。那是讲，你用你意思解说，伊用伊意思解说，哇，啊，七解说、八解说，煞都愈离愈远了，对啦。哦，本来道都唔免解说，啊，你愈话讲愈复杂啦。哎，啊，伊本来清清净净的，所以唔只道可道非常道，道本来唔免讲，啊，你硬要讲，啊，讲者都变咧意思去啦。吼、哦，这个像嘛是同款，本来你都唔免去遐解说啊，看一个句你就有啊。啊，结果咧，伊讲一人，伊讲一人，啊，所以同啥，哎，同我这个啥，理反理不彰啊。所以咱囡仔咧读经卷哦，我来讲，你莫遐解说。好伫背落，伫咧背，背一个古人讲，怎啊读经百次啊，其义自现呐、啊。迄、那个意思就甲你造出来啊，因为大家都佛性，伊只要了100届、1000届，迄、那个意思就造出来，伊就知影啥物物件。吼、哦，你茫去加伊解说，解说了，迄就是你的意思，唔是圣人的意思啊。迄是佮差出大码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来咧，流传到今咧，如果袂当得到啥师傅来承传。由有人来点化，乃无法得透视多秋之玄微含义。如今一般学者因啥现灵将多秋来研究出其体用呢？不能不算是一大许个呐感叹的事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甲人讲啊，伊讲啊，这多秋遮济吼，要了解伊内底的人，现义就是足少足少足少的啦。真正呢，只要无明书来点化，你毋知迄条道在讲啥，哎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讲啥，慢慢咧有人研究出来伊个体甲用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安那，伊讲伫一般学者吼，伫这多少研究个体甲用尔吼，唔过呢，拢无够圣人的意境啊，所以就感觉足感叹的着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改古来多少改为记天啊，记气数，明天道之用，形虽干哪，干哪非常的简约。哎，曲折于技术明辨呀，而一切多巧嘞，该属于何道乐书？初两者正是易卦之所本呀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段嘛是搁来再多搁加强。哎，虽然以何道乐书的啥，一多巧足简单嘞，不过呢，蕴藏了所有的天地之道。哎，所以呢，咱真正要了解天道吼，要了解道的本那的本体吼，就爱伫个多巧来去研究啦。吼、哦，伫文字当中，迄个拢造就了阴阳啊！吼、哦，过来日后咧演变到那太极图、两仪图、四象图、八卦图，包括咱今咧研究的64卦图，无真个个就是阴阳图。吼、哦，啊，包括先天八卦甲后天八卦，64卦分合变化诸图表，该源于此，所以因此就对卦啊对根到啥咱的本源，所以由这个关系之下。河道就是咱的根本，所以《易经》所有的道场，就是伫这北河道里来开始的。哎，讲遐侪就是讲安尼就对个啦。所以伊就是所有《易经》的祖先呐，无龙马虎图后壁拢无啊，就对。吼，啊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，请各位前贤来休息10分钟，啊，等下咱搁甲讲河道的内涵吼，感谢主，谢谢。